来，到这是德国波茨坦的古城老街。我巴肚枵啊，要来食一间德国传统的薄饼。伫台湾的德国餐厅，我曾经食过薄饼，不过无伫这德国食过。有咖啡里面有冰淇淋。就是如果是点 ice cafe， 他会给你一个咖啡里面有冰淇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德国薄饼。然后这个是它最标准的口味，就是轻松。那讲传统的薄饼实在面皮真薄，所以呢，伊内底所放的除了一般的食材以外。看你是要放生的 cheese， 还是新鲜的 cheese 都可以。是加鲔鱼的。鲔鱼啊。这是伫薄饼内底放入去一种叫做萨拉米，咸咸的烟肠，吃起来滋味袂歹哦。